大家好啊，我是纸团老货的老货哥，今天呢领着大家来逛一逛地摊哈。今天的人还挺多啊，虽然天气很冷啊，人还是不少啊。哎呀，现在想淘一件完整的、稍微细路一点的东西是非常非常难的。老货哥好几个地摊都没淘到东西了哈。有的时候这种普货呢，你想找一个完整的，找一个品相比较好的还是比较难的哈。你像这个品相好的呢，它时代都比较晚一些，像这些品相都好，这品相也好，这个品相好，那品相好，那品相好，但是东西没有年份是吧。然后呢，你像这些仿品的东西它都品相好，这是仿品，那个算都平，这都品相好，但是呢不真呢，对吧，没有办法啊。耐着性子这一个摊子在逛啊。看见能介绍的呢就给大家介绍介绍。你像这个喜字罐哈、啊、这个品相比较好啊，也比较细鲁，但东西呢它就是仿品。同事拿走了。那喜字罐四喜罐。那大盘子，观潮龙大盘子，还有那个变形龙的这个青花盘子，还有柳下双骏的这盘子，这都完整，非常完整，就是仿品。啊，接着逛。像这种摊位，你看卖这些东西，小零碎嘛，看基本上都仿古件嘛，比较多一些啊。这个摊位有一些，有一些好东西啊。这个口呢是修过做过的啊，口。我看这茶叶罐，这都是乾隆时期的茶叶罐啊。典型的乾隆的这牡丹的画法，没有盖子，看看这个盖碗品相怎么样？胭脂红的一个盖碗，口有点小黑皮儿，有个小黑皮儿，这盖碗怎么卖啊？900，这个小瓶实在不老啊，不老了实在。这个青花釉里红的，这个瓶子还是新的，这些老的都有点毛病。没有盖子，瓶子，我们看看这是什么时期的，看看太久。给大家好好看看底胎，大家能辨认出来吧？很脏做旧的。你看瓶子呢，都是新的，都是仿民国，样子就仿民国。看我们这个将军罐没有盖子，这个呢是个老的，这个没有盖子，画的很一般啊，典型的我们民国时期的啊这种画法啊，富贵来头的画法。那个大瓶呢是个老的，偶然上面有个冲线，民国。段爱路宽上将前世印记，一程天际